这啥的民宿啊，怎么这么慢啊，还占道？哎，我去，我去，我。我去，怎么还带铁链啊？碰瓷是吧？美女，你没事吧？我先帮你把这个扶起来吧。小心，小心。我有没有撞到你啊？要不要上医院看看？你是如花吧？哎，你忘了，小时候你真经常跟在我屁股后面，然后咱们还一起去摘地瓜、摘玉米呢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是我。现在有，倒是你这些年。这是骑着车准备要回去吗？要不这样吧，我帮你吧。今天都怪我，还害你摔了一跤。没事没事，待会儿你把东西就放我车上，然后咱们就送你回去吧。不是，没事没事，不客气不客气。哎，如花，你就是要来拿这个东西吗？这个稻谷，它肯定没有你种的好吃。我的意思是，我种的稻谷很好吃。哎，我来帮你吧，我来帮你摘。这个不是什么意思，我是男人嘛。这个小心，你别动，我来。行啊，我今天是因为没有吃早饭，我平时可行了。哇，如花，你力气可真大呀！下班，哎，好长时间也没见了，想吃什么给你弄。啊，我都可以啊，只要是你做的，我都爱吃。行，那我给你弄。最近没什么好菜，专门吃。行，没问题。哎，如花，你来这儿干嘛呀？抓鸡干嘛呀？不用这么麻烦，走吧。哎，不用，不用，小心，不用，真不用，你不要这么见外，好吧？不要这么见外。没事，真不用，你再这样我就走了，我就死了。不用客气。哎，可以，腊肉可以，我都好久没吃腊肉了。行，走，咱做腊肉。就那个一脸麻子、30-40岁的那个王麻子。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还没有对象？哎，我熟悉过。没，就是我说啊，就我觉得结婚是很重要的事情，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个你喜欢的人，然后对你好的人。真是，哎，这也太幸运了吧！真的好幸运啊，我第一次遇到双黄蛋。说不定这就象征着我们今天再次的相遇啊。腊肉是都这样吗？这是最好吃的呀，就是要吃这个。真的啊？
好好好。肥而不腻，确实好吃啊！我很久没有吃过这么好的家常菜了。你家里老婆特别瘦吗？哎，我其实还没结婚。还没有结婚？啊，遇到合适的呀？因为我心里……哎，没事没事，吃饭吧吃饭吧。哦，哎呦，哇，吃得好饱啊！再多吃点嘛。不用了不用了，你看这个腊肉。我都吃了多少块了，真的很撑的。如花，你做饭真的挺好吃的。嗯。哎，这天也不早了，如花，那个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这么大的雨，你再坐一会儿再走吗？哎，不用了，我还有点事儿。你那把伞要不借我一下，我明天还给你，好吧？行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这样就可以，这样就可以，这样可以。哎，等一下啊。啊？怎么了？哎呦，这雨确实下得有点大啊！哎，这是干什么？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。这是我们自己在做的。哎，不行不行，哎，不行不行，我说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个真不行，这个不行。他们又不缺钱。哎，你今天已经请我吃过饭了，你还送我东西，这个东西我真的不能收。哎，拿回去吃。那，好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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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谢谢你了，如花。客气。那我就先走喽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嗯，好的。哎，如花，我明天还伞给你啊。好的。好，再见。如果上天有旨意，我想那一定是你。如花，如花。哎，出来吧。哎，是要还伞的吗？哎呀，伞我给忘记了，要不我明天再带给你吧。好，没事没事。哎，对了，你今天感觉好点了吗？哎，昨天我撞到你，实在不好意思。然后我给你带了点东西，你收下吧。我本来就没什么事啊，你收下吧，不然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我真的不用，真的不用，真的不用。哎呀，这不值几个钱的，收下吧，收下吧。真不要，我本来就没什么事的。哎呀，我就想给你买点东西，别推迟了，不然我生气喽。来吧，来吧，那好吧，谢谢你，帅哥。不用谢，就放下吧。哎，嗯？怎么还有酒啊？啊？这酒是给咱爸的。啊？是给我叔叔的，你爸爸的。哦，他还没回来呢。哎呀，没关系，等他回来了你跟他说吧。你说这个酒是雀幺八送的，叔叔应该还记得我。行，好。哎，如花，你这次准备要出去吗？对呀，我要去摘菜，然后摘点菜拿去卖。你自家种的可新鲜了。哇，你说的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那你今天介不介意多一个人陪你一起去啊？想吃我们家菜了吧？嗯，都有。但是我主要是想和你多待一会儿。嗯，走吧。嗯，好。那个地方有点远，我们开这个车过去。啊？哇，天啊，如花，你还会开三轮车？这有啥？这很简单的呀。哎，要不我来吧，我有点怕怕的。有啥好的事啊？你上车。那行吧。这怎么上？哎，如花，如花，我还没上车啊，如花。哇，如花，哇，这里好舒服呀，空气好好，还跟咱小时候一样。小时候我们不是经常去偷别人家菜吗？对呀，哎，你还记得呀？啊。哎，我来帮你吧，我来帮你。好。哎，对了，如花，你有男朋友吗？对，哎，我给忘记了。那你找男朋友的话，有什么要求吗？就是城里的、村里的都可以吗？我觉得城里的、村里的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人好，对我好，还有就是我们俩互相喜欢。嗯，对对对，我觉得你说的很对，找一个你喜欢的，他也喜欢你的，他对你好的。作为父母的话，他们只能给你一点建议吧。这种人生大事还是得你自己做决定。是这样的，不过他们催我结婚也是有原因的嘛。你知道的，我爸妈很早就离婚了，后来我爸又带了个阿姨，阿姨对我也不是很好，
意思啊，如花，说到你伤心事儿了。你等我一下，如花，我马上回来。你去哪儿了？你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回来，很快很快，你等我一下。你去哪儿了，薛老板？送给你，如花。不想你难受，我希望你每天都开开心心的。谢谢。我的山楂树之恋，只有谁和你才会纯洁，可以丢弃我的底线，锁定与你的是我视线。我的山楂树之恋，永远站在你的身边，我保证我的爱不会变，共享永恒时间，像蝴蝶起舞翩翩。走吧，去了吧。啊，那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啊？去菜市场把这个辣椒卖了。啊，好好，那我跟你一起去吧。好。嗯。走吧，去了吧。没有人来买我的辣椒。没事，一会儿就好了。要不你先卖着，我打个电话啊。我打个电话，快。兄弟，靠你了，兄弟。喂，严总。喂，兄弟。哎，我听到说你那个养老院要这些农家蔬菜的嘛？哎，对头，你那边好多啊？我这边有点多，我有个亲戚嘞，还是有点多哦。可以，那你下午的好久等过来嘛？要得要得，那我过会儿我给你送过来嘛。要得，好好好。哎，好，谢了，兄弟。啊，好好，再见再见，好。走走走，快跟我走，快跟我走。干嘛呀？我有个兄弟，然后他要收辣椒，5块钱一斤。真的真的没骗你，走吧走吧，快走快走快走走。